刮痧美容，另辟蹊径，以清通为本，标本兼治。洁净的皮肤具备了美容的第一要素。刮痧美容，另辟蹊径，改变了以往从外面补给皮肤营养的美容方式。用面部刮痧激活和增强皮肤细胞自身的代谢功能，促进血液循环，清洁皮肤，疏通向皮肤输送营养的道路，并有针对性地刮拭身体、全息穴区和经络穴位，调理气血，调节脏腑，净化血液和体内环境，改善机体亚健康状态，实现消斑美白、养颜美容、标本兼治的美容效果，是丰富营养素和氧气源源不断地输送给皮肤组织细胞，而达养颜美容之效。面部全息经络分布。面部是身体的组成部分，与五脏六腑相连的经脉直接或间接上达面部。十四经脉中，督脉、任脉、膀胱经、胆经、胃经、大肠经、小肠经、三焦经、肝经直接循行在面部，其他经脉则是通过表里的连属关系间接上达面部。根据生物全息理论，面部是整体的缩影，面部由与各脏腑器官对应的全息穴区，其分布犹如一个伸开双臂分腿站立的人形。面部额头中间对应头颈、咽喉，眉眼之间至下颌依次对应躯干内的五脏六腑，两上肢在外眼角下方，两下肢在口角外两腮部。体内各脏腑器官的寒热虚实变化都会影响面部皮肤的气色。面部刮痧器具介绍：美容刮痧浴板四个边形状均不相同，其边角的弯曲弧度是根据面部不同部位的曲线设计的。短弧边适合刮拭额头，长弧边适合刮拭面颊，两脚部适合刮拭下颌、鼻梁部位及眼周穴位。美容刮痧乳。面部刮痧应用专用的美容刮痧乳，其渗透性及润滑性好，其中的中药成分有活血化瘀、改善面部微循环、滋养皮肤的功效。面部美容刮痧方法，各种方法刮拭要点及作用。平刮法，将刮痧板的边缘接触皮肤，向刮拭的方向倾斜，角度小于15度，均匀地向同一方向直线刮拭。推刮法，刮拭的角度、方向与平刮法相同，但推刮法按压力要大，刮拭速度要慢，每次刮拭距离短，一般一寸左右。推刮法常用于面部刮痧诊断，有利于发现刮痧板下的不平顺、结节等，寻找各部位经穴及全息穴区和色泽晦暗、黄褐斑处的阳性反应。揉刮法，以刮痧板的平面小于15度接触皮肤，均匀、缓慢、柔和地做弧形旋转刮拭。揉刮法多用于面部刮痧和消除结节、疼痛等阳性反应。磨刮法，将刮痧板平面紧贴面部两侧皮肤，以掌心或四指力量按压刮痧板，使力量渗透至面部肌肉深处，同时自下而上或从外向内均匀地连续做缓慢柔和的旋转移动。磨刮法多在面部重点穴区刮拭后
或刮痧即将结束时应用。提拉法，用刮痧板整个长边接触皮肤，刮痧板向刮拭方向倾斜，角度以20到30度为宜，两块刮痧板交替从下向上刮拭，刮拭的按压力渗透到肌肉深处，以肌肉运动带动皮肤提升，常在面部刮痧结束时应用。平面按揉法，用刮痧板脚部以小于15度按压在穴位上，始终不离开接触的皮肤，做柔和缓慢的旋转运动，压力应渗透至皮下组织或肌肉，适用于面部保健穴位和全息穴区及疼痛敏感点。垂直按揉法，将刮痧板的边缘以90度按压在穴位上，始终不离开皮肤，做柔和缓慢的上下或左右小范围移动，适用于刮拭眼部睛明穴。面部刮痧的作用：一、促进和恢复皮肤细胞的呼吸、分泌、再生和清洁功能；二、活血化瘀，从皮肤和血液循环双方面排出代谢产物；三、疏通细胞营养的供应渠道，增加血液和淋巴液、体液的流量，补充水分和营养物质；四、养颜美容，舒缓皱纹，消斑除痘，滋润嫩白皮肤；五、收缩毛孔，收紧提升肌肤；六、诊断身体亚健康部位和间接调理脏腑。面部美容刮痧注意事项：一、美容刮痧前用不含软化角质层的洗面奶，一定要在面部均匀涂抹专用美容刮痧乳。二、面部刮痧不要与面部按摩同时进行。三、面部皮肤感染，如痤疮、毛囊炎等疾病，不做面部刮拭。四、刚做完去角质层治疗，不要立即做面部刮痧。人参期人中穴、承浆穴禁刮，有红血丝处酌情轻刮。五、面部刮痧后应用加温后的面膜，并应在半小时后开始室外活动。六、必须遵守刮痧疗法共同的注意事项。面部美容刮痧，刮痧手法：面部皮肤娇嫩敏感，要求刮拭速度缓慢柔和，按压力均匀平稳，要有向肌肤深处的渗透力，才能获得舒适和显著的刮痧美容效果。这样的手法可以达到既疏通经络又避免出痧。面色红润或薄，油性皮肤、敏感性皮肤、肌肉松懈、弹性差、年老者，面部刮痧时间均应适当缩短，刮拭按压力减小，每个部位每次刮拭3至4下。皮肤厚、肌肤弹性好者、年轻者以及皮肤萎黄晦暗者，刮拭按压力大，时间相对长，每个部位每次刮拭5下。沿面部肌肉纹理走向与骨骼形态，由内向外，自上而下，按面部额头区、眼周区、面颊区、口唇区、鼻区、下颌区的刮痧顺序和手法要求缓慢刮拭，一般每个部位每次刮拭5下，全部刮完为1次。感受适应面部刮痧。常规洁面后，
面部均匀涂敷专用美容刮痧乳，用补法刮拭，每个部位平刮时一步到位，中间不停顿。额头区一，用美容刮痧板脚部以平面按揉法按揉前额头区，用短弧边以平刮法从额头中间向两侧刮拭，用平面按揉法按揉太阳穴结束。额头区二，用美容刮痧板脚部以平面按揉法按揉前额咽喉区、肺区，用短弧边以平刮法从中间向两侧刮拭，经阳白穴至眉梢丝竹空穴，用平面按揉法按揉太阳穴结束。眼周区一，用美容刮痧板脚部以垂直按揉法按揉睛明穴，用长弧边以平刮法从睛明穴沿上眼眶骨经攒竹穴、鱼腰穴向外刮至外眼角童子髎穴，用平面按揉法按揉童子髎穴结束。眼周区二，用美容刮痧板脚部以垂直按揉法按揉睛明穴，用长弧边以平刮法从睛明穴沿下眼眶骨经承泣穴向外刮至外眼角童子髎穴，用平面按揉法按揉童子髎穴结束。三，面颊区一，用平面按揉法按揉上迎香穴，用长弧边以平刮法从上迎香穴向外经四白、承泣穴、上肢尖区至太阳穴，用平面按揉法按揉太阳穴。面颊区二，用平面按揉法按揉迎香穴，用长弧边以平刮法沿颧骨内下方向外上经颧髎穴刮至听宫穴，用平面按揉法按揉听宫穴。口唇区一，用平面按揉法按揉人中穴，以平刮法沿上唇向两侧刮至嘴角地仓穴，用平面按揉法按揉地仓穴。口唇区二，用平面按揉法按揉承浆穴，以平刮法沿下唇向两侧经嘴角地仓穴、大迎穴刮至颊车穴，用平面按揉法按揉颊车穴、下关穴。鼻区一，用刮痧板长弧边以平刮法从前额正中自上向下刮拭。鼻区二，用美容刮痧板两脚部齐跨在鼻梁上，从鼻根经胆区向鼻翼胃区刮拭，也可用刮痧板脚部刮拭胆区、胃区。下颌区一，用美容刮痧板两脚部中间的凹槽齐跨在下颌骨处，单板刮拭下颌骨中间的任脉部位，用双板同时以平刮法向两外侧刮过胃经、大肠经、小肠经，刮至下颌角处。寻找各部位经穴及全息穴区和色泽晦暗、黄褐斑处的阳性反应，用平补平泻法按照前面讲的六个部位按顺序从上至下刮拭，注意寻找阳性反应、色斑下的痛点。除睛明穴用垂直按揉法刮拭外，一律用推刮法按上述的顺序依次从上到下刮拭各部位。
消除发现的阳性反应。用推刮法、揉刮法和平面按揉法，从上至下按顺序刮拭，寻找各经穴部位、色斑及晦暗部位的阳性反应。小的阳性反应点用推刮法刮拭，多个阳性反应的大区域用揉刮法刮拭，消除色斑下的阳性反应。红血丝处用平面按揉法刮拭全髎穴。是否找到和消除阳性反应是决定美白消斑的疗效的关键。对于没有阳性反应的部位，用平面按揉法重点按揉保健穴，咽喉区、太阳穴、承泣穴、迎香穴、全髎穴、人中穴、地仓穴、承浆穴、颊车穴、下关穴等全息穴区，疏通深部经络，改善微循环，收紧提升肌肤。以磨刮法按从下向上的顺序，即下颌、面颊外侧至前额、上唇、面颊内侧、眼角至额头，用磨刮法刮拭，梳理精气，疏通深部经脉。最后以提拉法按从下向上的顺序刮拭面部，提升收紧肌肤，结束刮拭。刮拭耳部、头部、前额部位的治疗带。梳理头部经脉，清洁面部，可以敷加温后的各种面膜，如不敷面膜，刮痧乳可以不必清洗掉，因为其中的中药成分有助于活血化瘀、消炎解毒、滋养皮肤。根据诊断结论，选择刮拭头颈部、躯干或四肢部位的相关经穴和全息穴区。疗程，按以上操作步骤顺序实施面部刮痧，治疗损美性疾患每周一至两次，十次为一个疗程，两个疗程之间可以间隔10至15天。当祛斑、改善面色有了明显效果，可以改为1周或1至2周刮拭一次，巩固疗效。